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易轩科技。众所周知，飞机是如今最快捷的交通工具，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在夜间行驶飞机会开着灯，按理来说天上没有障碍物，而且飞机是有固定航线的，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开灯呢？别急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虽然说每架飞机行驶都是按照航线飞行的，但是航班那么多，总会有重合的，所以飞机上的灯就是为了给飞行员探路，提醒飞行员注意前方是否有危险。当然飞机上还有一些信号灯，这些信号灯就是给其他航班上的飞行员看的了。飞机的机翼和机尾分别有三盏航行灯，这几个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都是亮着的。飞机前半部分还有三盏防撞灯，顾名思义就是提醒其他飞行员不要撞上了，毕竟飞机的飞行速度这么快，这要是撞上那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另外飞机上还有很多灯，作用不一，但都是很有必要的，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给乘客和机组成员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。看到这里，小编终于知道，原来有时候看见天上一闪一闪的不是流星，而是飞机呀。节目最后，小编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飞机安全性高不高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